本土联赛啊，本国球员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。嗯，这边好球，吊到篮下，中锋日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。他的状态是显得现在比较的平一点。嗯，没错，他们也仅仅歇了一天多的时间。嗯，打得也不太兴奋。嗯，这波三分球，马上，哇，马上，个人能力，嗯，这没办法，马上我也上来挡。撤出来，嗯，一打一的单挑要投了，厉害，真厉害，这就是不讲理，完全。赛季在意甲三比球同样投得很好啊，这个如果要具体研究的话呢，确实不该放他。嗯，马上这边状态也起来了，这段时间双方的太一样，当然，嗯，因为他有外线狼，是。东方日拼得很凶，嗯，地板。嘿，弹了回来，再传，漂亮！这串的进攻啊，这个上球的方式各种各样，是有基地篮板的一传，然后有中锋做轴的策应，这是没什么篮的球员，是转换，两个外援之间的配合，好球！这俩外援里啊，这个马上啊，其实弹跳起来的时候啊，节奏对抗扎实，还是挺有劲儿的。加罚，这。卡达再转移，他把自己还要传，这球还不如上了呢。对，一个大打小的机会都没打。对，结果呢，又是这个防的其实是比较的松了一点。是，但卡森呢确实三分球一般。转换，一对一，又来了，冲起来。这一节马上打了第四个转换，这球给防下来。的确，对手的体能也在下降。好球，漂亮。这球注意他一个单打的空间了。你看这球刚才马上的一个基地啊，这个很潇洒。是，